新的电视台，让世界更美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大家请跟我念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智归佛，当愿众生发菩提心，消除贪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信空，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除愚痴我执，自归身，当愿众生忍辱慈悲，消除嗔恚心，愿成佛度众生。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在大其力还有一两个钟头，大家赶飞机。不过有一句话，对佛陀来讲，就算生命剩下一秒钟，他都要充分的去利益众生，乃至用他一秒钟的生命能够牺牲，那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就像有些人往生呢，都要用他的身体去做天葬，去做水葬用他的身体布施给众生，甚至有人器官捐赠连这个身体死了，大体捐赠，器官捐赠，希望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意义不要自私，不要一直保护自己要宁可牺牲自己去保护别人，不要有个性不要有脾气。所以就算你对对方错，也不让对方生气造口业能忍就忍今天都说他对，哪一天有机会再慢慢慢慢跟他圆满，这个就是修行。所以我讲修行对自己来讲最重要，来调伏自心各位一定要努力。所以我经常讲死亡之前的死亡，趁我们还能够呼吸之前呢，一定要把自己的不好的烦恼习气消除掉如果你不这样做，凸显自己又如何呢？让你成为第一名又怎么样呢那些都是假的爱面子的人那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因为这个世间我们连根本的生死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些面子那些钱甚至女人有时候很愚痴为了情，为了爱情会去想要跳河，想要报复，那些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幻。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解决到自己的痛苦的问题。自己的痛苦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个我嘛，有一个贪嗔痴，乃至因为这样的造业，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敌人。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就是这个无明我执，我要我不要，我生气。那各位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出离心。啊，学佛除了相信因果，做基本持戒布施，再来就是要有出离心，不能整天在乎那些不该在乎的东西。这就是你要调伏自己，所以念下来征服自己，挑战自己。所以有一句话叫死心才是禅师，无心才是道人。所以各位，你要把你这个心打死了，这个叫佛陀念下降魔成道。魔在哪里啊？你不降魔你就不能解脱嘛。所以在这一点啊，很多人故意修苦行啊，目的都是为了征服自己啊，不要让自己懒惰欲望等等等等。就像很多人很喜欢照相啊，我有时候都会跟他讲，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像我，他就问，那师父你也在照相啊？我没办法，我牺牲自己啊，我这个人不照相的，那是为了佛教，我只好被利用，了解吗？所以我有一些弟子，他也把他相片放在海报上，我说你把它拿下来。哦，师父你为什么把它拿下来？你放上去你只会骄傲而已。当然他会讲说，师父不公平，他为什么可以放？我跟你不一样啊，这一点我就不能讲了，是吧？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你做什么事情，讲一句话，你都要一直想，这里面有没有在凸显自己？有没有我执？是不是个无明？这样你才在修行。不然同样大家都在道场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但是有些动作就是一种无明。你拿个红包要供养也是很无明造业。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虔诚，一个降服自己，而是一种凸显自己而已，这样就毫无意义啊。所以我想，当然了，各位参加法会看到一些大佛也被拱在上面拱，很多人如果没有空性，我也想要跟他一样，那会摔死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正的空性，你不是一个大慈大悲，你坐在上面给人家拜会怎么样？最好是放在那古塔那边就好了，那边去超度。除非你已经是绝对的空性或是阿罗汉，那你给人家拜或是人家用你的相片，那你还是要牺牲的。为什么？用你的相片你要承担对方的业啊。就像我那天讲了，我们出家人被红包供养是要承担对方的业的，不要随便被供养。所以我们叫三心未了啊，你没有消除贪嗔痴，你没办法承担这个饭菜的。所以我们每次都会念一个消供咒啊，念一下嗡普隆梭哈，嗡阿弥达，阿耨大帝梭哈，或直接念嗡普隆梭哈，就是消供咒。哎呀，自己没有福报啊，接受供养啊，然后所以我赶快出钱啊，我这一份吃100块，我至少要供养100块，我没那个福报被供养啊。虽然寺庙慈悲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想法。我们到寺庙来用餐啊、住啊或者什么，我们一定要算算我们这一份多少钱啊，对不对？我一点都不欠的，自己还要念消供咒。就算我付钱了，我付不起人家帮我煮饭的力量啊，帮我端菜的力量啊，因为这个这样修就是一种空性啊。就算你已经证了空性了，更要如此。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证了空性了，更不想要让这个空性污染掉。因为我们是来承担众生苦难的，来利益众生的，或者来凸显自己啊。所以我想，我们各位会超度啦、放生啦、烟供啊，但是我常常讲，不要忘了超度自己啊。我想，一个有修行人，不用凸显自己，人家自然学你，对不对？自然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他不是世间的领导者，
它只是一种德行智慧的觉悟者，就像一个光，人家自然会走进光，他不用讲说我是光。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不能把世间法拿到佛法来用，不能把世间的规矩超过佛法的戒律。啊，世间的规矩你要跟我对不起，佛法的戒律是我跟你对不起，我让你造业了，我跟你对不起。啊，我让你生气了，哪怕你再怎么错，我都不能让你生气，因为我要度你。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呢，这个叫归命，归佛、归法、归身。我宁可自己被剁成肉酱，我也不要让对方因为我而造业。因为我们发愿是要利益对方的，啊，那要利益对方，就要检查自己的动机。我今天所有的动机是不是在利益对方？所有的动机要让佛欢喜。别人怎么样，你不要管了。别人挤，你跟着挤，你就错了。啊，有时候真的不要忘了自己在修行。我要利用这么多的境界，是在调伏自心的。利用多这么多的境界，是要能够修忍辱慈悲的，这叫归身忍辱慈悲。所以我们皈依佛了，我们只有一个，念下来，宁舍生命，不离菩提心，更要有这个决心哦。所以修行真的是大丈夫的大丈夫，不是凡夫的。你决心要修行是，全世界生命的痛都搁在我身上，我也不愿让对方一点点苦。一切都不为自己，所以当然祖师大德会说很难呢。这个世间要有一个禅师就很难呢。达摩祖师说要找一个徒弟都很难呢，面壁九年。因为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念佛，就是要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来承担所有众生苦难，令诸众生毕竟大乐。这个叫菩提心，你杀我爸爸，我都要度你；你肚子痛，我都要帮你。因为菩提心的人，他不可能有恨，他以大悲为根本，他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今天这样好了，今天你发菩提心了，然后今天你要结婚了，一个人是又丑小儿麻痹，一个是你喜欢的，请问你要娶哪一个？这个叫菩提心。你只能娶这个没人要的，你不能说这个我喜欢，那你就私心，你没有菩提心。这个人嫁不出去，这个人断了腿又丑，谁要娶他？你不娶他，搞不好跳河自杀。所以你要娶他，各位决定好了没有？所以你们受菩萨戒，很多人跟我说他要受菩萨戒，我问他你决定好没有？你还有一个贪心，我喜欢跟他多讲两句话，我喜欢看看他，那这种情况之内，那就原来我没有菩提心了，我是一个凡夫，还要这样想。那在这一点，我要很小心，特别像我们这种人我师父常给我交代，上台拿麦克风的人最小心，最容易下地狱。你做会长、做领导，我们办了很多中心。本来他在做义工，做得很好了，非常好。然后给他做会长以后，这下就害他下地狱了，他就会骄傲了。所以古时候人说，你要害一个人下地狱，就是让他做住持。这个出家让他做住持，他就下地狱。所以很多祖师大德打死不做住持，对不对？打死不收弟子。哎呀，收弟子有时候是为了面子问题。哎呦，我有几个弟子。那这个就会害他。破了菩萨戒，害了他的菩提心。所以我想各位修行一点都不难，就是说就像你戴个眼镜一样，我今天起心动念吃这个饭有没有符合菩提心，这样看。因为离开菩提心，我们大圣有四法，我经常背念下来，宁舍生命，不离菩提心，宁舍生命，不离善知识，宁舍生命，不起嗔恚心；宁舍生命，不离极静处。这个四点你要记住。这个肉体是假的，宁可死，我也不离开大悲为根本的菩提心。因为我动机是为了度众生，这样记住
你不能讲说菩提心菩提心，然后眼前有一个人跌倒你都不理他，你还叫阿弥陀佛啊？对，菩提心就是我要永不舍弃众生的，为他成佛要精进，不能有私心。那为了要达到如此，临舍生命不离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如果没有人拿着棍子打你，你不可能能够破我执的。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去找，你要自己去找，找什么？你愿意用生命归命他，他叫你跳悬崖你就跳悬崖的那种善知识。不然你听谁的？这个师父对我好我来，那个师父对我不好我不来啊？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找一个你喜欢的，他对方根本没办法教育你，对不对？所以各位，所以你看到那些做侍者的人有时候很伟大哦，他师父叫他趴着就趴着，但是痛了痛了他还要供养，因为这样才可以降服我慢啊。因为你要发菩提心，如果你有我执，用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就要被磨练到啊，磨练到你什么都没有了。明明黑的，师父说，哎，我告诉各位，这个花是黑色的还是彩色的？黑色的吗？师父说黑色的就黑色的，这样而已你不能说明明彩色的，师父就说黑色，你还有我呢。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花是黑色的，请问这个是黑色还彩色的？黑色了，你还彩色？彩色是你自己的想法。这个叫依止师父，了解吗？当然这个师父你不要随便依止，你一定要好好观察这个师父动机正不正确，是不是有悲心有智慧。然后你已经观察好了，然后呢观察十二年都没关系，然后你去依止这个师父的时候，你要用生命，他叫你跳楼就跳楼，叫你拆掉就拆掉，你刚盖好的庙花了十年，他叫你拆掉，你会不高兴啊？哎呦，我对他错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来，那你就没机会了。所以做师父的也会下地狱。如果做师父人家这么尊敬你，结果你利用别人对你的信心，而只满足自己的欲望，师父要下地狱啊！如果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很好的善知识。啊，但是呢，你却不懂得依止，啊，你跟师父在那边吵架，那换你下地狱。这个就是大乘佛教最高的戒律，念一下三昧耶戒，啊，就金刚乘的最高的戒律，就是师徒之间的誓言。因为你不这样做，你就永远认为自己对，啊，所以我想佛教里面呢，最尊敬的师父。但是师父也不能随便拜啊！那我今天没地方出家啊，刚好这边有寺庙，我到那边出家。那你利用对方，对你也没帮助啊！啊，今天你真的要修行，不分在家出家，要皈依三宝，你要肯定这个师父是不是你心中的佛，你自己一定要算好，而不是说哇，听说这个师父很出名，我也要去皈依皈依，灌顶灌顶，啊，得到一点加持。所以。对你来讲随便都不行啊，嫁个老公能不能随便啊？啊，问题是很多人都嫁错了啊，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还小事了，拜错师父你还是真的是生命都没有了啊。所以我讲啊，如果你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师父善知识上师，那透过你的观察啊，别人的推荐，那你就临舍生命，你要依止他，对你才有帮助，你可以消除我执。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每一个菩萨建议善财童子去参访下一个善知识。因为呢，发菩提心的善知识知道谁是善知识，不是我们自己这种凡夫可以分别这个人是善知识非善知识啊。就像你假设你在拜佛了，结果你儿子去拜了一个不好的老师，你会很伤心的。你跟他讲，他还骂你，他说我们错。哎，没办法，因为他亲近错的老师了，他就会听他的。啊，就像我在做烟供，我以前有一些信徒啊，啊，蛮护持的，蛮认真的，后来不来了。后来也是，师父，我跟你讲哦，你天天跟鬼在一起哦，你哪一天会变鬼？哦，就，我不是。
啊，他说你不应该烧这个，你不应该去焚木，我们没有本事的。我师父说，哇，他拜师父了，啊，千万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所以我以前送你的东西，请你还给我，我要还给他呢。啊，那我也笑笑啊，我说那个很可惜，我不能说我们是善知识，至少放生啊，慈悲是对的，啊，所以各位这一点要知道，不能够离开菩提心。如果我们要找善知识，要好好观察，但是你真的依止了善知识，你就要听他的，你不能在那边嘀嘀嘟嘟啊。第三个，宁舍生命不起嗔恚心，那你发菩提心就是要度众生的，那你怎么可以生气呢？好了好了，这个事情你干好了，我不理你了，因为对方意见跟你不一样啊，对钱的处理方法，对事情的处理，你就发飙了，生气了，那你生气的前面做了百千万的功德就烧掉了，是吗？啊，也不可能有菩提心的。所以各位呢，宁舍生命不起嗔恚心，不能骂人，不能生气啊。当然请问做师父的会不会生气啊？不能生气，那生气是假的，可以真的那你就完了啊。那是用这种语气，就是希望帮助对方，而是不是我发飙了。如果你生气起嗔恚心，讲的话都是毒啊，都没有用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如果你要做一个大乘的菩萨啊，你要告诉你自己，如果你忍不住要生气了，要去处理这事情，你就赶快离开吧，因为没有资格处理。有些人还会打个电话写个简讯去骂对方，他才爽啊。你被开除就算了，你还要透过别人来骂对方，那你之前在这边做的功德都没有了啊。比如说你在这个道场忙了五年哦，出了很多钱，然后你跟师父理念不一样，跟某某人，然后你就生气离开，离开就算了，对不对啊？我们自己能够好好修行找因缘嘛，但是你不能为了离开不甘愿骂他两句啊，或是透过语言文字啊，心里的不甘愿，那你前面五年的所有的功德烧掉了，不但烧掉了，你还会堕落。所以各位，这个叫戒律。戒律就是说，念一下，不能起嗔恚心，准备好没有？所以有人来找我出家，啪，我打一掌，对，那你会怎么样？你要说，哦，师父加持，那可以，不是我下地狱，就是你下地狱。啊，所以各位，这种就是你要自己决定好啊。所以有些人来受戒，我就敲他发愿，把我打成肉酱都不生气，你发这个愿你才去受戒，你没有准备好你不要去受戒啊。把我打成肉酱下无间地狱，我都不会谈男女的爱情，不会为了我自己而去做，你要决定好，那你才入大乘法器啊。不过像我们这种不太容易，因为大家自己交钱来哦，啊，不高兴就会发飙啊。所以我昨天听说你们去那边睡觉，人家三点五点开灯就有人发飙了。人家缅甸人说，你来寺庙睡觉是要三点 morning call 的，是他慈悲叫你，对不对？哦，你还发飙啊？我们要表现我们的风度哦，赶快赶快。挡着眼睛吧，因缘如此，就早一点起床吧。啊，那你开口骂人，那你输了，你输了。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事情没有对错，只是不要生气就对了。准备好没有啊？那要发愿，我一生气就拉肚子，这样就好了。啊，我一生气呢，就哪里痛苦？你要有这个愿力，不然你就随时准备生气啊，因为我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啊，我随时会跟他投炸弹啊。那这种人就不能跟他合作，会生气会嗔恨人，你不能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他哪一天会咬你啊？那你就没有资格加入菩萨的僧团。菩萨的僧团是不能生气的，绝对无我的。别人让你生气你还觉得很高兴，哇，我终于找到我生气的缺点啊。所以宁舍生命不起嗔恚心。第四，宁舍生命不离极静处。什么叫极静处？内心是保持在平静的涅槃极静的状态，因为万法都是虚幻的，
哎，我保持这种空性的阶段，而且保持空性，你不能找借口说让我去闭关三年，我就会有空性。错了，离世求菩提不可能，你必须在乱的里面找到你的不乱。啊，这是你必须没有乱的境界，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乱呢？所以我师父常说，很多人跟他说要去闭关，然后我师父说你去吧，到时候你就会后悔。我是叫你不要去的，啊，你都准备好了，我怎么叫你不去呢？结果去山里面住了三年以后，回来变成怪人。为什么？山里面谁跟你吵架？你就跟天天跟石头跟树在一起，你就不会跟人相处，叫怪人。啊，我想一个人愿意闭关呢，是因为你福报够了，业障消除了，师父认为你可以了，你可以提升更高的阶段，啊，而不是说，当然另外一种呢，是因为很坏，跟人家处不来，你干脆去，我们那边叫牛头，你照顾牛好了，你跟人处不好。我们佛教叫猪头，你去照顾猪好了，啊，所以当然各位你会起心动念，我们就升起惭愧心，啊，赶快思维空性啊，赶快反省自己，赶快念佛啊，啊，转凡心为佛心，赶快转念头。所以我想这四点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的话，这是一个菩萨戒啊，念下来，不离菩提心，不离善知识，不起嗔恚心，不离极静处。啊，极静就是内心，哎，今天人家拿刀子砍你，砍你，你还是保持在空性，不但不会生气，还要对对方有悲心，还要发起菩提心。所以各位，这个叫四法印，大乘四法印，你要背下来。也就是说，你每次你做什么事情、讲话，有没有菩提心？啊，有没有按照善知识的教育在做？依教奉行，有没有升起嗔恚心？有没有安住在平静空性？啊，极静处不是我吧？我搬到山里面叫极静处。你再怎么静，晚上也有蜜蜂啊、鸟在叫啊，也没有虫在叫啊。啊，这个世界哪有没安静啊？除非你死掉了，听不见了。啊，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声音的。那我们讲的极静是内心的极静。啊，就像那一天，哦，音响。哦，想到两点还有人睡得着，你厉害啊，那代表真会睡，对不对？那你只能说利用这个声音来修行吧，对不对？啊，所以因为这个声音也可以让佛菩萨快乐，也不一定啊，这些人至少留在寺庙嘛，但是你内心里面要保持平静，这样最圆满。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南无无垢光明，焰光尊胜，妙香威德如来。南无无垢光明，焰光尊胜，妙香威德如来。南无无垢光明，焰光尊胜，妙香威德如来。念诵一遍，能消除取上师及密乘财物罪障。念佛生净土，佛度众生，